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 connect 到英国嘉宾咧就系伍嘉良导演。Hello 啊 ，Hello，Hello，Simon。因为之前咧，我哋听好多消息啦，就系英国嗰边香港人咧做紧一个电影节，咁啊播紧一连串嘅，我唔知系咪叫禁片啦。咁咧就你一直喺入边嘅居中系一个好 key 嘅角色。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个 festival 先啦，跟住睇下你即系嚟紧有咩定下搞作啊？之前点解过到嚟啊？等等，那个电影节几时开始啊？個電影節喺3月19日到27日喺倫敦發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緊接住倫敦嘅電影節之後咧，我哋會有 Bristol 啦、曼城同埋愛丁堡都會播節期裏邊嘅一啲戲咁樣咯，係啊，咁就喺3月尾到4月頭發生嘅，另外嗰3個城市。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譬如看《时代革命》咁样啦，都有一个问题嘅，我会唔会影即系俾人影相啊？睇完之后会翻唔到香港啊？即系你嗰边有冇啲咁样嘅考虑？你有冇听过呢啲疑问啊？有聽過唔同國家都有少少呢啲咁嘅講法，不過so far so good 啦，即係好似例如台灣有即係公映啦，跟住加拿大、美國之前都有好多放映啦，咁嚟緊英國我哋電影節都會做《時代革命》都係開幕電影。其實我又覺得即係都俾人影相啊，或者點樣記啊，咁就從即係2019年大家都會好 sensitive 啦，但係我又覺得都冇得避，同埋亦都唔需要太過擔心咯。睇套戲咁係咯，即係電影人或者即係我哋做搞手嘅都係盡力搞，亦都覺得做電影都係應該即係正常咁發生咯。咁無謂即係避一啲好無理嘅狀態啦。我哋由你電影嘅本業講翻啦，即係你揀電影嘅時候，其實去到呢個時代，佢乜嘢先至叫做禁片，或者咩先至叫做係海外應該睇嘅片？當你搞呢個電影節嘅時候，你點樣去定義咧？係，其實我同我係其中一位策展人啦，另一位策展人就係王靖啦。咁我哋兩個一齊諗呢個電影節，其實最首先都唔係純粹諗禁片，因為如果純粹用禁片嘅角度搞嘅電影節，其實都好窄，同埋去講香港嘅電影或者香港嘅文化或者即係古仔咧，其實係未夠嘅。即係當然，即係禁片喺我估2019年到即係國安法之後就好明顯係一個 terms 喺我哋電影人或者藝術工作者都會好覺得係好多嘢禁，好多嘢要避忌，咁係一種狀態。咁但係如果寫到電影節，我哋亦都同時好想擴闊嗰個想像，同埋真係嗰個講香港電影嘅故事嘅闊度咯。咁所以我哋一開頭諗咧禁片或者所謂香港上映唔到的電影啦，咁樣係我哋其中一個範疇，因為事實上佢哋喺香港冇得上，喺好多情況下亦都會被所謂打壓啦，即係 let's say 就係只要可能有香港某啲贊助嘅海外電影節，其實佢哋都會有避忌去做呢啲所謂嘅禁片，咁變咗我哋個平台反而就正正好想提供一個選擇同埋一個空間去俾呢啲電影出現，而事實上海外特別即係流散咗嘅香港人係極之渴望睇呢啲戲，咁所以同一時間我哋嘅理解就係、是、所謂禁片就應該最簡單嘅直接嘅就係香港都攞唔到電檢啦，過唔到上唔到戲院啦，公映唔到啦，如果放映嘅時候有機會被危險地，即係可能被拉啊、被告啊，即係呢啲都係我估係所謂牽涉為嘅禁片啦。不過喺我哋嘅角度，佢正常出現，只要嗰個題材喺我哋外地都係可以上映嘅話，其實我哋嘅理解都係一套正常嘅電影，係啊。不過可能用緊唔同手法，講緊唔同嘅故仔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包含咗好多獨立嘅電影啦，好多即係小眾嘅電影啦，亦都有短片啦，我哋電影節，所以其實我哋都想盡量，亦都有商業片啦，即係我哋都想講，即係香港其實好多好本身都係好多多元文化，亦都有一啲 classic 嘅電影，我哋會特登每一屆希望，即係如果日後仲搞到啊，我哋希望每一屆都一套 classic 嘅電影，例如今屆我哋都有香港製造特登即係喺我哋電影節度做咁樣，咁即係我哋都想擴闊多少少，無論香港人或者locals 外國嘅人，佢哋都去理解香港嘅唔同嘅故事嘅層面咯。除咗抗爭電影之外，除咗呢个开幕嘅《时代革命》之外啦，仲有其他咩电影？不如都同我哋介绍一下。開幕就《時代革命》啦，咁閉幕電影就係《少年》，係啦，咁《少年》都係即係
在官方的網站他都說自己應該在香港都上映不到，不過他們都有在金馬有提名，我們都看過，還有是一套很值得推薦，因為 他的手法挺特別的，就是賣個關子，但是 他介乎一個戲劇，但是又有很多現場在2019年發生的一些事，是的，去交集的一套戲。另外還有一些戲就是香港製造啦，剛提及 的有逐水漂流，有一些獨立的電影叫做喬峰輕輕吹我念，那是紀錄片來的，跟逐水漂流是有一個相對應的，逐水漂流就是紀錄用戲劇去講無家者的深水埗，咁喬峰輕輕吹我念咧，就係一套紀錄片，就正正係真實記錄，即係天橋底嘅無家仔嘅故仔，係咁，我哋特登有一個咁嘅 program。咁另外就有看見你便想念你，係啦，咁就一套即係比較獨立嘅小眾嘅電影啦，係啊，咁亦都有一啲短片合集咁樣，係咁即係仲有一套家庭團聚，咁就都係紀錄片嚟嘅，咁即係我哋都有十零套唔同嘅戲，係啊，係喺個電影節裏邊。剛才你說都希望一直搞下去，但你會不會擔心可能即現在的戲都可能是國安法之前拍落的，或者以前還可以有這樣的空間，如果你搞下去會不會已經是連新片的 source 都沒有呢？哎呀，這個都是我們是擔心的，是因為當我們的即電影節的名義叫做香港電影節，那即是其實人家外間或者我們都要繼續找香港的戲，如果萬一即香港的本土自己已經很難再拍新戲了，甚至乎很多避忌了，那就怎樣呢？我們都會想的，不過我第一就是我們覺得都想不得太多，第二就是亦都有一個期待的，即是作為創作人或者電影人都好，即是有發現其實在一個這樣的時代，一個惡劣的時代，即往往看回歷史都是咦有些好的作品有機會出現，是的，即哪怕它是踩不踩界啊，所謂擦邊球啊，但是也都會聰明地去做了一些戲出現，是的，那爭在就是那些戲究竟會怎樣呢？那正正就是我們期待不到的東西，也都是可能是驚喜之處，那所以我們又不是說太擔心，我自己都不太擔心，而事實上我認識的不同的朋友啊，知道的狀態都有一些戲是拍緊、製作緊、計劃緊的，那是的，就是我不肯定，不過有擔心過，但是也都是有期望和希望有驚喜出現之後。嗯，之前有些報道啦，譬如話喺美國、加拿大，有些戲院本來都係諗住上時代革命嘅，咁收尾即係受到種種壓力啦，或者係一啲贊助商或者即係邊個都好，咁就改變咗嗰個決定。其實你覺得類似嘅情況喺英國會唔會都會出現咧？又應該暫時理解就唔會，即係我哋至少就係同戲院嘅 agreement 或者合作，同埋香英國戲院我哋接觸嘅或者我哋合作嘅，其實都係相對獨立，同埋佢過往都做好多唔同嘅，即係所謂敏感電影啦，小眾電影啦，佢都係用一種，因為佢哋每間戲院好有個性，同我哋喺香港理解嘅某一種即係商業嘅院線嗰種理解有少少唔同，真係要同佢傾，要俾佢理解我哋套戲係做啲乜嘢，佢亦都要有興趣，係啦，佢可以揀片，係啦，佢先合作嘅，咁變咗這個過程本身我哋見到嘅就。即係摸定就係純粹哦，佢會因為某啲商業嘅考慮、某啲嘅所謂政治打壓而去改變一啲決定，即係似乎我哋暫時接觸嘅都少啲咁樣嘅狀態，所以又唔係太擔心。而如果真係咁樣，咪當我哋哦認識咗依間戲院啦，咁我哋再轉再揾咯，係。所以講翻你本人啊，即係你今次就即係拋個身出嚟搞啦。咁之前你都 join 咗就 Nathan 個組織啦。其實你當你拍十年的時候有沒有想到即係 eventually 你會行緊而家嘅路咧？定係一切都係即係啲意外隨遇而安咁樣？你心路歷程係點樣？其實做拍甚至乎唔好講到而家拍當時拍十年嗰個迴響都當時都估計唔到，係啊，即係好多都係我估係隨遇而安啦。正如你所講，亦都係即係。見步行步啦，即係遇到啲乜嘢就去面對咯，去處理咯，係啊，即係當時就算十年，我哋最初都冇諗過，哇可以上戲院啊，可以去好多電影節啊，
個反迴響咁大啊！嗰時都冇諗，總之有個 idea 出現咗，覺得值得做，覺得應該做，咁嗰陣時就盡力，大家小 budget 都好啦，都做咗佢啦咁樣。咁結，但係一出嚟，我有唔同嘅反應，甚至乎即係引嚟所謂又禁片啊，又被打壓啊，所謂咁樣。咁即係好多面對呢啲。不過我哋即係我自己都係看待翻自己啦，同埋即係覺得。做一個創作人或者製作人，呢啲都係正常嘅狀態啦。如正正反而有陣時係證明緊我哋做嘅嘢可能值得討論添，係啦，值得去被人留意添。即係當受到呢啲壓力嘅時候，咁但係調翻轉，即係我好彩咯，即係反而就係、是、例如身邊嘅即係同伴啊，即係製作人啊，相熟嘅朋友啊，其實大家都嘅心態都係。都在这方面很簡單地堅強，我自己覺得即都是大家互相支持，这些決定、啊、一起去做、啊、一起去面對、啊、这样来到英國呢，就另一個我覺得即我心路歷程反而是覺得要適應很多東西的，即例如我其實英文不太好，那就逼自己 要進步啦，即聽又好難，特別聽好多口音咁樣，咁但係自己就逼自己去適應多啲咯，去講多啲咯，係啊，咁希望進步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文化亦都要重新去理解成個，例如同戲院傾啊、上映啊、搞放映係咩回事啊，甚至乎做製作係會咩事啊，其實完全係一個新嘅狀態嚟到英國。咁我覺得依個適應係需要多啲反而是辛苦啲，或者叫要花啲功夫。咁而又好彩啦，即係我覺得喺英國都確實有好多即係有啲浮咗上面，有啲亦都好隱藏咁樣，即係好低調地嚟咗英國咁樣。咁但係大家都會幾互相 support 咯，即係因為大家自己知道我哋都係香港人嚇，咩狀態下嚟到，咁唔同範疇、唔同專業嘅人反而嚟到依度，我哋就。繼續做我哋想做嘅嘢，係多啲合作咁樣咯，即係重建翻某種信任咯。即係嚟到最擔心嘅本身就係自己都好低調，同埋即係盡量反而見到我哋依啲面孔咧，係會大家好即係好小心翼翼地去認識嘅。咁但係見到外國人咧，反而大家就好自然地識朋友啊。咁我覺得依種狀態其實喺我哋即係香港人嚟講都係。開頭嚟講是幾不健康的，但係透過搞例如放映啊，搞不同的活動啊，即慢慢就開始建立翻呢啲信任啊，呢啲關係。咁而加入組織其實亦都是同樣，即自己的心態由以前開始亦都覺得即合作，例如十年你都見到係即例如邀請五個導演一起做一啲嘢，即我覺得自己的性格都是幾想即點講，互相大家有人。發揮和合作去完成一些事，我覺得HKUC 本身也是一個這樣的狀態，有很多不同的人，是的，這份是一個最明顯的面孔，不過其實即係佢都係一個文青嚟嘅，佢都係一個文化人，亦都睇好多戲，好多諗法，係啦，好多創作好多嘅諗法。即係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大家其實有一個面孔，但係其實亦都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咯。咁包括我哋例如電影節啊，例如做很多 screening 啊，文化活動啊，其實我們都希望在英國可以繼續講到香港的故事，有些文化的東西可以傳開去。其實你第一次諗住離開香港去到英國嗰、那個即係 trigger 你嗰個位係乜嘢咧？或者幾時決定咧？其實當然即係嗰陣時2020年中就見到即係講法啦，即係亦都，但其實自己依個決定咧同屋企人咧，即係其實都做幾早決定嘅，即係做多幾年已經開始 plan 緊，其實。為了小朋友，為了下一代，究竟即係更加即係可能，例如個成長啊，例如個教育啊，例如個思想嘅環境啊，即係點樣去 provide 一個好啲嘅狀態咧？其實喺走之前兩三年一兩年已經有咁嘅意念去萌生緊嘅，其實自己屋企咁
即係去到2020年就更加狀態就更加即係點講？即係要決做決定咯，係啊，要快啲諗咯，係啊，即係所以而自己亦都即係有唔同嘅製作啦，唔同嘅片啦，好想繼續做，好想繼續有個自由嘅空間或者地方去繼續去發生啦。簡單講，即係甚至乎我例如想播一啲做一啲 screening 都好，其實喺香港已經真係好難。咁但係如果我嘅心智或者心即係好想繼續有啲戲係有人睇到，有人做，咁始終都要離開。即係所以各方面，無論個人層面嘅家庭決定，係啦，小朋友嘅成長或者自己有一啲想做嘅嘢想發生，咁。都迫使我就係做一個決定去離開咯。咁但係點解英國咧？咁當時反而就簡單啲，因為英國確實嗰個門檻係比較低嘅，容易啲。咁就係咯，咁就決定嚟英國。你當時諗住走咧，你係諗住以後都唔翻去啊，定係都係諗住飛嚟飛去？因為即係而家你都真係拋下身出嚟啊嘛。咁可能最初未必喺嗰個 list 度咁高嘅，咁而家佢係 pick 咗你出嚟，即係會唔會有呢啲顧慮咧？定係已經完全唔諗呢啲嘢？又唔係，即係唔係好諗呢啲嘢，係啊，即係有需要咪去唔同嘅地方，係啊，即係過往都係嘅。其實係咪即係嗰個所謂 list 啊嗰啲都係好虛浮嘅嘢，即係我自己覺得係有與冇或者佢哋點樣諗都一來控制唔到啦，二來我又無謂即係被嗰依種咁嘅諗法阻碍到自己想做嘅嘢咯，系啊，咁当然都各样嘢都会有评估嘅，系咁，但系去到最后即系有机会去唔同地方啊，唔同国家，系啊，咁咪继续发生，系即系做应该做嘢。作为一个导演啊，你觉得喺英国之后会唔会再拍得翻以前你想拍嗰种嘅情怀咧？香港呢个都系一个我哋好大嘅，即係叫做圍內或者一啲私底下嘅討論，可以討論好耐。甚至乎就係定義咩香港電影啊？即係如果我哋喺海外嘅香港人，個環境已經唔喺香港啦，係啦。咁但係我哋有廣東話，有香港嚟自香港嘅演員去拍戲，咁究竟呢啲係咪香港電影咧？咁而佢可能攞嘅牌照亦都唔會係喺香港嗰、那個即係原生地啦，叫做係啊。咁又唔係香港電影咧？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好有趣嘅討論嘢。咁而嗰個情懷，我自己覺得正正係衍生緊另一種可以叫 topic 啦，係啦，即係電影嘅 topic，就係離散嘅香港人究竟佢哋發生嘅故仔係啲乜嘢？係啦，即係而家都係新嘅，即係啱啱嚟即係而家1-2年中都仲可能係一個高峰期，有好多唔同嘅人去到外地，咁佢哋嘅生活就會衍生故仔啦。佢哋帶住香港嘅文化去交集喺唔同嘅文化之間，其實又會衍生好多故事。咁即係我覺得係一個香港電影一個新嘅 topic 嚟嘅，咁夠，但係個問題就係有咩人係啦，有咩角度去再講述呢啲故仔咧？咁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呢啲都係所謂啱啱你講嘅情懷啦，或者叫香港嘅一啲延伸係咁所以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好闊嘅香港電影，即係只要你有廣東話，有香港人，有一啲香港嘅元素啦，所謂出現喺個電影裏邊，都可以係即係。One of 香港电影一部分系，所以你觉得，譬如离散香港人都可能系一个新嘅片种嚟，即系好多人去咗英国，咁佢都唔需要讲咩政治添，甚至即系可能生活嘅适应问题啊，咁啊点样融入啊，即系有咩改变啊，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好多朋友会有共鸣噶嘛，会唔会以后有一个成个新嘅片种，就围绕住呢一样嘢而发生咧？係啊，我都期待啊，係啊，好期待，即係真係唔係單單政治，即係當然政治係一個大 background 或者會係一個大嘅 topic 啦。咁但係有好多生活嘅嘢，其實大家都面對緊，例如小朋友喺學校嘅故仔都好有趣，我即係聽到好多係愛情故事啦，會唔會啊？工作啦，即係呢啲全部都係其實本身又去翻即係個生活嘅狀態咁即係小人物小故事喺外地。都係一啲可以成為一種好吸引或者好有趣嘅故事咁係咯，即係睇究竟一來就係睇大家點樣組織化到一個即係新嘅工業模式或者電影模式係啦，即係合作模式
去衍生呢啲或者產生呢啲故仔，又要揾資源啦，即係究竟即係喺香港或者過往大家揾資源嗰套路就會摸索到啦。咁究竟喺外地，例如英國咁樣，咁我哋點樣去摸索到揾到呢啲資源咧？咁都係一個希望啦，即係我哋呢啲組織唔同嘅人就係嘗試摸出呢條路出嚟啦。所以你是有想过在英国开戏的，也是有想过在譬如英国去找一些金主啊，或者是用香港整个公式啊，还是你觉得是要全新做一件事，举例众筹、由下而上集资，你会 imagine 如果你要英国拍一部戏，那应该怎么做呢？哇，好大的问题。先找你先啊。开不到的。开不到。我中，因為唔同方法係好睇唔同導演或者叫電影人嘅性格嘅，有陣時眾籌咧又未必係好多人好中意嘅，係啊，或者唔容易咯，係啊，所以又要睇嗰套戲本身嘅性質係咪適合眾籌，適合某種方式，又或者喺英國我哋 explore 嘅唔同嘅funding，唔同嘅所謂甚至乎一啲叫做電影嘅。開即係 seed money 啊，即係嗰啲嘅計劃，其實有好多嘅，英國啊、歐洲啊都有好多。不過我哋點樣去 approach 啦？點樣去或者會有一啲過來人可以 share 佢哋嘅經驗咧？即係呢啲我哋係我估希望我哋透過電影節俾，即係我哋香港觀眾，我估就應該會都幾 support 嘅，即係我哋嗰啲戲啊香港電影節。咁但係點樣我哋亦都希望用多少少力，就係接觸到 locals 啦，邀請到即係喺英國嘅電影啊文化界別嘅人啊，甚至乎即係唔同嘅 council 嘅代表啊，即係都俾佢哋接觸到原來香港電影、香港嘅群眾、香港嘅觀眾係有一定嘅撐場嘅喎，即係撐場力嘅喎。咁究竟我哋香港做嘅戲或者創作，能唔能夠都可以開拓一個新嘅空間咧？咁我估依啲係要摸索咯。但係如果你問我依一刻點樣去開一部戲，我覺得都係可能先由一啲有心嘅投資者啊、金主啊去著手先咯。係啊，咁但係之先亦都最重要嘅就係有個好嘅 idea 啦，有嘅好嘅故仔啦，有好嘅角度啦。即係我覺得依個永遠係最重要。如果唔係純粹靠關係、靠即係大家純支持嗰種角度咧，去 support 嗰樣嘢都 sustain 唔到。即係我覺得係啦，係啊。我最後想問少哲學啲嘅問題啦，即係你而家離開咗香港啦。咁我哋都唔係香港，但係你望翻場內嘅香港，其實你係咩感覺咧？即係譬如話，舉例，如果你英國開套新嘅電影，咁可能係開香港人好有共鳴嘅。咁但係喺場內，佢哋已經係冇嗰種共鳴啦。即係嗰個生活啊，而家又成日 lock down 啊，又封城啊，即係種種嘅荒謬事情，其實我哋係冇經歷過嘅。你覺得會唔會都有個可能性可以 connect 到兩批嘅香港人，定係無可避免地都會走越遠咧？我覺得係。如果 for 我自己我覺得是要盡力去 collect 嘅，一定係，因為一來就真係有好多，即係我覺得我哋所謂走咗嘅人其實從來唔係同留低嘅人係一個越走越遠嘅狀態，亦都唔應該係咁嘅，相反就係唔同人有唔同決定，留低嘅有留低嘅決定，走嘅有走嘅決定，但係即係如果我哋係一個即係都係香港人，都係同伴啦，即係以我嘅理解手足啦嘅話，咁應該係有好多嘢係要好密切地去觀察、留意，甚至乎係let's say 就係佢哋有啲嘢講唔到，我哋有冇啲嘢可以幫佢哋講咧？係啊，或者去將佢哋嘅狀態都呈現到喺依度咧，甚至乎去 share 到俾依度嘅唔同嘅人去理解香港場內嘅狀態咧，係咪？呢個都係我估係有一定嘅即係責任同埋有一定嘅即係想做嘅嘢咯，係。如果唔係走出嚟，就即係我應該咁講，我哋好多人嘅心態咧都唔係移民咯，真係。即係移民就係過往嗰種概念啊嘛，即係一個 well planning， 跟住就我計劃我嘅人生啊，我嘅事業嚇，就去一個新嘅地方生活。我覺得好大部分香港人唔係咁嘅狀態，即係相反就係我哋係一個離開咗一個地方，但係其實做緊嘅嘢好多嘢都係有個根源喺度，有原因喺度嘅。咁我覺得電影都一樣啦，即係
我如果希望就算在海外所謂拍一些戲、開拓一些 project 都好，其實那個聯繫應該仲有在度，亦都要甚至乎刻意去嘗試強化添，可能係咁。但係當然即係點樣做或者點樣發生係要摸索咯，因為依個都係一個新嘅狀態。係咁，我啱自己其實早前都有一個 project， 就唔係電影啦，不過就係同香港嘅音樂人跟住一個台灣嘅歌手，咁我就喺英國拍 MV 咁，即係三地嘅一個交流係啊，即係音樂嘅 project 嚟嘅咁樣，係咁都即係我覺得都好開心可以做到呢個 project， 因為都牽連到香港，同埋有啲情懷係一樣。我哋講個 MV 或者個音樂其實就係講一個異鄉人係。即係異鄉嘅故仔咁樣，咁變咗呢啲 collection、呢啲 project 嘅衍生，其實我覺得係有意思之餘，亦都希望可以多啲呢啲 project 添。咁係就係但係都當然啦，就係牽涉究竟我哋點樣去小心地唔好影響到喺香港嘅人咯。係呢個都係我哋應該 priority 首要噶啦，係即係做一啲嘢，但係真係唔好將佢哋。放咗喺一個危險嘅位咁樣，亦都要大家互相去保護大家啦。係，最後如果你要講一句説話俾而家場外嘅香港人聽，你覺得呢一個咁樣嘅情勢，做咩可以令到大家聽完係更加係 connected instead of 越嚟越遠？你覺得點樣可以頭先你即不斷都強調啦，想維繫翻大家個都可以叫共同體個情懷，有咩説話想同佢哋講咧？我其實又真的很難對即是這樣說，不過我自己反而因為個人體會，我反而覺得即是不要對誰說，反而即是自己提醒自己，就是即是一方面就去找一些值得信任的人走在一起，但同一時間我覺得要令自己變成一個更值得被人信任的人，是這個是自己對自己的提醒，也都即是希望我哋依個羣體大家都越嚟越建立翻個信任，互信。好，應該大家都 get 到啊。咁我哋今日就傾到呢度啊。咁期待睇你嘅電影節啦。咁希望下次當面可以再傾。多謝嘉良。好多謝Simon。Okay.